服给我洗了，不是昨天才洗过吗？你昨天也吃过饭，今天要不要再吃啊？啊，快点儿，等着穿呢。在这偷看我的书呢啊，表哥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也不喜欢这些书，你要愿意看你就看个够，拿着。但是你得答应我，让我亲你一口。哎，表哥，你这样你想得太远了。表哥，好你个小妮子啊，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不是？你吃我家的，喝我家的，用我家的，我亲你一下怎么了？我今天必须把你拿下，你要是不从我，我就告诉我娘说你勾引我，看你怎么办。哼，哎，表哥等一下。你是真的喜欢我吗？当然是真的。好吧，那我就相信你一次。不要让舅母看到哦。这样好了，我们晚上约在小树林见。小树林？真的？你不会不来吧？我哪敢啊，难道我不回家吗？到时候我一学猫叫你就跑出来。好，遵命。哦，慢慢看小树林。哎，死丫头，你是不是搞错了呀？你说这黑灯瞎火的，哪有什么灯会啊？啊，我也是听隔壁邻居说的嘛，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啊。哎呀，舅母，这灯笼灭了，我去找两块打火石来，你在这等我啊。知道了。喵喵啊！哎呀，死丫头，云溪，我想死你了。谁这老娘便宜？走开走开走开。怎么是娘的声音啊？怎么是国初的声音？我打死你个臭小子，你白天不学好，晚上跑到这儿来偷鸡摸狗，我真是白养你一场了。我今天不仅打死你，我打死你。娘，这件事不能怪我，可是杜云溪这个小贱人勾引我的。娘，你别打我呀。娘，你个白眼狼，我养你这么大，你勾引我儿子不可，还动手团团转。住手了，你住手。干什么？这事明明是我们的儿子不对，你怪云溪干嘛？不，盯着跟我没关系啊。就是嘛。哎，如果不是他勾引国春的话，国春能对他那样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最好让开，让我好好的教训教训他。万一他哪天肚子里怀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，你让我这脸往哪搁呀？你让开，让开。够了，你讲讲道理好不好？我养他这么大，我很讲道理了。你最好趁早把他给我嫁了，不然我见他一天就骂他一天，就打他一天，我看你能维护他到什么时候。果川，我们走。走，娘。舅舅，对不起，
舅舅没用，舅舅保护不了你。云溪啊，舅舅明天一早就托人替你找人家，赶紧把婚事给办了，免得让你在这里受苦受罪。你别走啊，你要什么东西我都买给你，你就陪我喝杯酒吧。鲤鱼啊，婶儿姑娘，你昨天可答应我让我进去帮你喝茶的，你可不能食言啊，对不对？婶儿姑娘，我替你赎身，你嫁给我好不好啊？对呀，替你赎身。你们都说喜欢我，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千真万确。只要你开口，我干什么都行啊。那是不是我去哪儿，你们就去哪儿啊？对对对，是啊。是啊，那阴曹地府呢？我陪你去。我陪你去。